人的人，有美丽的海港。雨水流来，咱就装甲水当当。庙口的小吃是台湾上佳餐。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胜仪与董事长乐团成员昵称白董的吉他手杜文祥与主唱吉董吴永吉在清安宫庙前广场高歌一曲，这是由白董与吉董共同创作的歌曲《基隆水当当》，歌词内容描述了基隆港口、庙口小吃等特色景点与美食，代表对故乡基隆的感情。两人也力挺蔡胜仪接棒基隆市长林佑昌，让市政延续。其实小的时候的愿望也是赶快能够去大都市生活，但是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才发现我最爱的地方就是基隆。然后很荣幸这次能够帮适应，然后为基隆写这首歌，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大家喜欢。那这首歌也是代表我对基隆的感情。是出国去巡演以后，我回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基隆庙口。你基本上我跟他搭档拢捌食过，从细汉食到今嘛。啊，那么知影，迄落咱即马又昌市长这几年把基隆的市政做得很好，然后几乎有很多年轻人都有在基隆创业的工作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适应这个好朋友，我看他就是很努力、很实在的一个政治人物。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挺这样的人才出来把这样的政绩更好的去延续下去。特别选择在基隆信仰中心清安宫举办发表会，笑声在董事长乐团旁唱歌很有压力的蔡适应，很感谢白董与吉董相挺。将基隆水当当授权作为他和基隆队议员的联合竞选主题曲，希望这一首让人朗朗上口的好歌能争取到更多基隆市民的认同。真的很感谢我们两位这个台湾之光葛莱美奖的得主，这个说实话对基隆来讲，这个城市能够孕育出这么优秀的人才，我想包括市议员跟我们在座的市议员候选人，我们其实就是以你们为荣。那也很感谢两位还有我们董事长乐团愿意把这一首这么好听的《给狼水当当》授权给我们这一次选举的竞选歌曲，作为适应跟我们所有议员候选人我们的联合竞选总部的使用，我再一次的感谢两位。蔡适应也与清安宫主委童勇及议员候选人们一起品尝基隆代表性的美食小吃。蔡适应表示，基隆水当当不只是一首竞选歌曲，它代表基隆人对家乡的希望、骄傲与期许，希望借此让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水当当的美丽城市。水当当。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